日本位于亚洲大陆东方的大海中，是一个由数千座大小岛屿组成的群岛国家。它的形状恰如一只翘首东望的海马，其狭长的身躯沿南北方向绵延3000多公里。在远古的冰河时期，日本列岛与亚欧大陆之间有陆地相连，称作陆桥。距今约10000多年前，随着冰河时代的结束，气候变暖，冰河溶解，海面上升，陆桥被淹没，日本列岛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最终形成。由于日本列岛地处亚欧大陆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碰撞地带，地壳变动剧烈，火山地震频发，因此素有火山国、地震国、断裂国之称。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民族的主体及大和民族是在旧石器时代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与来自西方、北方和南方的外来民族相融合形成的。大约距今10000年前，原始日本人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时他们开始手工制造一种表面装饰着绳纹花样的陶器，所以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叫做绳纹时代。在绳纹时代晚期，也就是公元前4世纪前后，大批来自东亚大陆的移民移居日本，他们当中有古代中国人、朝鲜人，还有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移民带来了水稻种植和冶铁技术，日本由此进入农耕经济时代。这种产生在九州北部的新文化被称为弥生文化。今天的人类学家通过体制人类学的研究，证明了这次大规模的移民。他们发现，绳纹人的身材低矮，面部宽阔，男性平均身高为155公分，女性为144公分。在弥生时代的遗址中，也发现许多头型细长、平均身高为163公分的人骨，他们的身材和骨骼特征与大陆中国人和朝鲜人十分相似。日本的弥生时代从公元前4世纪前后至公元3世纪后期，大致经历了700-800年，它是日本古代农耕经济发生和发展的时代，是日本早期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弥生时代的社会发展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在这个时代有大批来自东亚大陆的移民经由朝鲜半岛进入日本，他们和当地的原住民混血，成为今天的日本民族的祖先。外来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稻作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农耕生产的发展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另外，在弥生时代中期以后，古代日本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位居统治地位的首长、大人和位居被统治地位的奴婢、牲口。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开始与东亚大陆上的中国王朝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公元57年，北九州地区的一个部落小国奴国的国王来中国朝贡，后汉光武帝刘秀将一枚象征权力和权威的金印授予了他。金印上刻的文字是汉倭奴国王。公元3世纪末到4世纪时，在今天奈良县境内的大和盆地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权，他们尊奉太阳女神天照大神为自己的主要保护神，依靠武力及与其他部族首领的联姻，这个王权
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逐渐统一了西日本地区，建立起统一的王国，称作大和国。大和国的历代大王和贵族们在各地修建象征统治者权威的大型坟墓，因此四世纪至六世纪前后这段时期在日本考古学上被称作古坟时代。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和中国南朝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工匠迁居日本，带去了大陆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一些迁入的工匠被大和朝廷组织起来，称作服部、陶部等专业集团，促进了织布、金属加工、制陶、土木建筑等行业的迅速发展。公元四百年，朝鲜半岛的小国百济送给日本皇帝一个珍贵的礼品，中国古籍千字文的手抄本。405年，在日本王室的要求下，百济派作家王仁来到日本，教授日本统治者学习汉字，这标志着日本正式接受汉字作为自己的书面语言。汉字逐渐使用于统计者的记录、出纳簿和外交文件中，大陆先进的政治制度也引起了大和统治者的兴趣。大和王朝为不断完善其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著名的有推古朝改革和大化革新。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作为推古天皇摄政的圣德太子，根据中国儒家思想，于604年制定了确定身份等级秩序的冠位十二阶，朝廷官员按照不同等级戴12种不同颜色的帽子，每一种帽子都用一种美德来命名，如红色帽子是大礼，蓝色帽子是小人。大和王权经过不断完善和发展，在8世纪以后终于发展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法治较为完备的统一国家。这时的国家是依靠律令这种法律制度进行统治的，所以又被称作律令制国家。律令制国家通过统一的地方行政制度、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等，实现了对全国人民的直接统治。律令制国家的君主天皇是从原来的大王发展而来的。在天皇称号产生的时候，律令制国家还将自己的国号改为日本，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对自然神和祖先神的崇拜的神道教，在公元7世纪开始形成。古代神道信仰一种朴素的宇宙观，认为宇宙是由垂直重叠的3个世界构成，天上是众神生活的光明世界，地下是恶魔居住的黑暗世界，这两者之间是光明与黑暗、吉与凶、善与美交错的人间世界。神道信仰的对象是各种神力大小不同的神，它让人相信神力对人类社会有保护和毁灭的作用。古代人相信神会依附到各种物体上，这些物体就是神体，比如一块石头、一棵树、一座山。神体也可以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如一面镜子、一块玉石，或是一尊摆在街头的粗糙的雕像。而在神道中威力最大的神是太阳神、天照大神。在古代，人们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只有天皇才能与之直接对话，
因此神道教是以崇奉神和神的子孙天皇为宗旨的。6世纪佛教传入日本，圣德太子采用佛教作为巩固统治的思想，大力推崇，使得佛教迅速流行开来。朝廷的极力倡导和中国和尚鉴真的东渡日本，促进了日本佛教和佛寺建筑、雕塑艺术等的迅速发展。代表性的佛寺建筑是东大寺，由此直到16世纪，江户幕府将朱子学立为官学，佛教一直是日本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国家决定营造永久性都城。公元8世纪初，日本以中国唐王朝的都城为样板，在奈良建造了平城京。它的范围为东西5.9公里，南北5.1公里，宽90米的朱雀大路是都城的中央大街。大路的北端是天皇的宫殿和中央官厅所在的宫城，城内的街道如棋盘状纵横交错，佛教寺院星罗棋布。据说当时这个城市的人口有10万人。710年，大和王朝正式定都平城京，直到794年迁都到平安京为止的时期，被称作奈良时代，从而迎来了律令国家的兴盛时期。日本の古代国家っていうのは律令制国家という形で完成します。で、中国のちょっと難しい永吉律令というものはですね、日本の大宝律令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んですけれども。日本から派遣された遣唐使が中国の国を見て非常に制度が整っている国だということで、日本でもですね、その律令を整備しなくちゃならないと、そういう問題意識が7世紀後半からにかけて律令制国家ができていきます。これはやっぱり当時の唐に比べますとですね、日本はまだ社会的にはそこまで成熟し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僕なんかは中国と比較すると五冠ぐらいの時代のですね、未熟さが日本にはあった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当時の大国唐に倣ってですね、精一杯制度的に官僚制機構をですね、それから民衆の戸籍を通じた掌握であるとか、それから区分田を分け与うとかですね、一生懸命おそらく当時の人たちは頑張ってですね、中国に負けない国づくり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かと思います。でそれが日本の場合律令制国家というわけで。此时正值中国唐王朝兴盛时期，为了输入唐朝先进制度和文化，在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约2.5世纪里，日本不断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和访问，随行的留学生、学问僧带回了先进的唐代文化，刺激了人们的求知欲望。对中国文化的追求和模仿，将日本推入了一个经济和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近些年来出土的数以万计的木简，证明这个国家已培养出了一大批谙熟文字、精通管理的官吏。数不清的佛教寺院和神社，表明当时的人们向往更丰富的精神生活。日本の遣唐使は、西暦の630年から894年まで、20回任命されて、実際には16回、唐に渡りました。その目的ですけれども、当時日本は7世紀、8世紀、9世紀は古代国家が国家の体制であるとか、文化を発展させるとか、そういう大きな課題を抱えていました。そのために遣唐使が
12年に一度ぐらいの平均で唐に渡ったのです。遣唐使は大体4隻の船で400人から500人の人が危険な航海を命を懸けて行って、そして唐に上陸して1300キロも歩って、あるいは船に乗って唐の都の長安、洛陽に渡ったわけです。そして遣唐使は留学生がいて、最近発見された精神性の母子で知られるように、途中で唐で学問に励んで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命を落として死んでしまう人もいました。そういう大変苦労して唐の学問だとか仏教だとか、それから政治制度、いろんなものを学んで、そして日本に帰ってきました。そして日本の古代文化をの発展に大きく貢献しました。公元794年以后，天皇又将都城迁到今天的京都一带，取名平安京。直到19世纪中期，这里一直是日本皇宫的所在地。公元10世纪初，盛极一时的李唐王朝灭亡了。这时，深受唐代文明滋养的日本文明也迎来创造具有日本独特风格文化的时期。国风文化是这一时期文化的统称。国风文化的中心在平安京，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是公卿贵族，所以这一文化具有城市性、贵族性和女性化的特征。当时的审美意识中最注重的是优美、纤细和简练。在国风文化的成就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假名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九世纪时，日本人根据汉字的草书体发明了平假名，紧接着又将汉字极端简化，创造出了片假名。这些假名文字在十世纪后开始广泛的使用。和歌、小说和宫廷日记等假名文学开始发达起来。在国风文化中，女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当时的文学领域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作家，她们大多是在宫中出仕女官的贵族千金。11世纪初，由才女子氏部创作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代表了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水平。到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时，国家的实权，特别是军事权和全国的土地所有权，已基本上控制在武士阶级的手中。从此，武士把日本社会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武家社会。武家幕府统治日本达675年之久，这期间，幕府的最高首领征夷大将军的任命，名义上还要得到天皇的准许，但天皇实际上已大权旁落，失去了对国家的统治权，成了一种礼仪性的摆设。政权的更替在不同的武士集团间进行。13世纪中叶，在经历了1274年与1281年两次中国元朝军队的入侵之后，镰仓幕府开始衰落。1333年，
镰仓幕府在朝廷贵族的讨伐和幕府内部将领的倒戈中灭亡。此后，足利尊氏在京都市厅成立了征夷大将军的幕府，史称足利幕府，又称市厅幕府。市厅幕府后期出现了群雄割据局面，史称战国时代。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乱，地域武士政权中实力最强的织田信长于1573年将足利义昭末代将军驱逐出京都，室町幕府灭亡，织田信长率军征讨群雄，开始统一日本大业。他死后，其爱将丰臣秀吉完成了日本的统一。丰臣秀吉建造了大阪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接着整顿和重建土地制度，并发布刀狩令，收缴民间的武器，实行兵农分离的制度。1591年发布身份统治令，固定了士、农、工、商的身份。在完成国内统一后，丰臣秀吉开始积极谋求对外扩张，先后于1592年和1597年发动妄图征服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但均遭失败。1598年，丰臣秀吉忧郁而死。丰臣秀吉死后，他的近臣发生分裂，德川家康在关原一战中消灭了其他敌对势力，掌握政权。1603年，在江户城，就是现在的东京，建立幕府，史称江户幕府。江户幕府建立了以幕藩体制著称的统治体制，中央政权为幕府，地方政权为藩，类似我们熟悉的诸侯国。藩主被称为大名，各藩的大名在其领地内拥有半独立的领主权。幕府将直辖领地以外的土地分封给大小不等的大约260个藩主。江户时代制定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除公卿贵族外，人们被划分为士、农、工、商等级，以世袭为原则，次序不能颠倒。作为统治者的武士的地位空前提高，作为其身份的标志是可以称姓和带刀。当武士权威受到百姓伤害时，具有杀伐的特权。同时，幕府通过制定武家诸法度和制定参进交代制度等来规范大名和武士的行为。参进交代制度就是规定各大名要让妻室儿女住在江户，当作一种人质，大名本人要一年住在领地，一年住在江户，轮番交替，以达到幕府对各地大名进行严格控制的目的。幕府还制定了尽忠并公家诸法度，规范天皇和公卿贵族、寺院等的权利和活动。江户时代，儒学代替佛教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朱子学的大义名分思想很符合江户幕府建立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的需要，被尊为幕府的官学。在各地开设专门讲述朱子学的学堂，各藩也设立藩校，教授朱子学。自1543年开始，欧洲人不断抵达日本，与此同时，天主教也随之传入。
但天主教义与幕藩体制的思想基础相悖，严重威胁着幕府的统治，因此幕府严禁天主教传播。1635年至1639年，江户幕府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全面限制一切外来船只，规定只有中国、荷兰的船只才能与日本通商，通商地点限定在长崎一港。在江户时代，日本经过260多年的和平发展，经济文化繁荣。江户中期以后，各种学问兴起，城市中的世俗文化、大众文化盛行。美术方面，取材生动、风格华丽的浮世绘在民间迅速传播流行，展现武士阶层道德和行为模式的武士道形成，并逐渐影响到民间。当12世纪末叶，武士阶级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时，这个阶级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不过，日本社会的价值标准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这个阶级的影响。刚刚夺取政权的武士阶级与追求高雅技艺的朝廷贵族不同，他们强调骑术、射术、剑术和领导士兵的本领。在这样的背景下，早期的武士精神强调简单的忠义伦理观，他们赞扬忠诚、正直、无畏和节俭。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武士的忠义节烈并不以国家为对象，而是为了他的主公。对武士来说，事亲之孝、待妻之义、对子之慈，都必须给对主公的忠诚让路。武士精神的实质就是要以最大的勇敢和牺牲精神做主人最忠顺的奴仆。在日本锁国期间，西方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18世纪中叶起，西方列强开始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日本。1853年，美国佩里海军准将率领黑船舰队到日本扣关。1854年，日本被迫开国。天皇在一批力主改革的武士的帮助下，重返政治舞台，实现了所谓的大政奉还。1868年。江户幕府被推翻，日本进入近代时期。